噔噔噔。究竟我的人们将付出多少痛苦的代价，对吧？你带长剑长红就可以很大胆的消耗对面，你不用怕说那个，知道吗？我带三瓶红，他耗不过的。三瓶红喝完450，他是耗不过我的，所以他也不会跟我打。哎，这抓不了呀，抓不了，抓不了，抓不了别人。这怎么抓呀？别搞呀！这不纯搞。就你会搞我的兵线的，我操，你还要他妈吃石头人，不管他，好怀念提亚马特呀，以前是两把长剑之后再加个625就可以买提亚马特，现在不太行。他看到我这长剑三红，他都不想耗我了。这金符，今天就来，咱们就来个返璞归真。多的是药，而且一边微笑一边杀人。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他走了。那你是怎么玩？你这走了是怎么玩，兄弟？我曾经抵抗虚空，这打法是什么打？以前老观众可能知道，哎呦，卷宝晚上好，这个打法比较老的观众才知道，这是个特别特别久远的一种打法。他对我好没兴，毫无兴趣，这样回去掉经验，上线要被我干了。哟。没事，两瓶红磕下去，等一下血就回上来了。这不跟我打，那我走了。其实还可以再对一回线。这都能打的，还是跟他换掉。但是这个先会进去，我刚 Q 一段直接加点火，能不能烧得死？好像有那么一点点烧不死。我想一下，这样子买，这样买我科学很快就会出来。
这样子我科学只需要2950，我就能把科学买出来。我会少2000，会少350的经济。可怕的，这样会很省钱，会特别省钱。直接推，哎，犹豫了，刚才应该直接推线。这些乌鸦送的办卡可以烧死，稳点进去一换一。这些乌鸦的飞机啊，说错了，这些乌鸦的飞机啊，谢谢乌鸦的飞机啊。谢谢乌鸦的飞机，谢谢乌鸦的飞机。呜呼，有狗来喽！升六级，谢谢乌鸦的飞机啊！谢谢乌鸦的飞机，叽叽叽，叽叽叽，一样，反正以前也玩过。不过这样出很容易暴毙的，你们如果要这么玩的话，对线一定要那个。打得仔细一点，来双鞋吧，再带个真眼够了，刚差一点点，要能同时那佛爷哥就好了，同时那佛爷哥回家站台。哎呦，子晨晚上好，好怀念提亚马特伤害和特效，是吗？九级牌子掉完了，我好像对你的 ID 有过印象。跑哪去？谢谢柚子丹送的办卡，感谢柚子丹的办卡。你们的账都由我来清算。感谢柚子丹的办卡。我操，看能不能帮一下他。他往下面跑，那我们就不去了。卡萨丁大杀特杀了，完了完了，兄弟们！我操，无敌了呀！经典没法打。我要的只是安静。喜欢送。这把先冰刀再破阵。玩单机去。可以吧，哎呀，还行还行。嗯。慢慢打就行。别急。别急，还会发生什么更糟糕的事呢？买点攻击力。从村庄涌
别一死了，就说啥，坚持一下，别吵架，最重要，别吵架。 别吵架，35 MS 那你挂机吧，这把好像守韧度不怎么高啊。没有，我之所以这么带，是因为我抽那个多兰的话，经济起来太慢了。我能想到的省钱的方法就是跟以前一样，抽长剑三红。我这样装备起来就会快很多了。 全都该死！这卡莎顶好像弄不死。哎，有红 buff， 过去看一下。这还去打呀？ 死在不行就少死一点了，死太多了也顶不住。Nice， 婉豪好 K， 还好被婉豪给拿下了。出什么好呢？嗯，这把出不假鞋，但是我感觉出不假鞋也要输啊。这把大概率还是会输掉的。这好结局队友炸团，很正常，习惯就好。 现在这游戏队友不炸不正常，队友不炸我都以为这不是英雄联盟。我操他妈的带爆破的，太牛了！走吧，我太闪了，不用带。 有的时候其实闪现并没有什么用，别跟我说什么闪现 Q 三段闪什么之类的，不玩那个。 现在就这个塔好像还可以。 赢了不就行？你老在意带血干嘛？
不假说，再来一个中。你不出肉，你就两下点死。160的护甲可以，就单机，别去打架，这些队友死太多了。防御塔精彩，呵呵精彩，提款喽！管好小朋友，你不知道我过来了吧？好像全来找我了。嗯，全在中路。那这个高地我就不客气，一刀200，一刀，再一刀。别去打团，别去打团，打团很弱。他们强势的点太多了。妈的，还不回来！哦，终于回来了。下一阵做个什么？妈的，小炮打得那么痛，出个什么好呢？开切也不是不行，开切还真可以。开切是真可以。我们把这星空偷了，一分钟够，40秒，来。开切15都可以。其实春哥会比较好，哎，好像一波了，哈哈，一波了，你怎么不管我呢你们？有见过这么玩游戏的吗？没见过，今天见到了，前面都不知道怎么输。大家点波关注啊，没点关注点波关注。主播为什么玩赛恩？嗯，因为主播是害虫，害虫来的。我现在要换另一种更。